是最美丽的地方，哪里有最美丽的花儿在开放？什么是最快乐的地方？哪里有最快乐的小鸟在歌唱？呀呀呀呀呀呀！哪里有最快乐的小鸟在歌唱？Hey!
间才能看出来。你宝宝，宝宝，小飞呀！挺好听的声音。
跳几个拉丁？跳伦巴。伦巴吗？你这穿的像跳舞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穿的像跳舞的。
你拉个啥？我不会。我不会。好看嘞。
二到十五斤，那说话都不在大街里。他长得七岁啊，长得一样呢。哟，九岁了，还让宝吗？还让宝吗？还让宝？十岁了，九岁了，十岁了，是。你才要九岁了，十岁了，十岁了，十岁了，那就是了啊。都是自己家人，那大姐到这还正常味儿啊，是吧？他又都是坐那边呀，二十二，没坐那边。没事，你别找他了，你来一下，来找他。先豆豆给抱抱，豆豆，哪个不敢抱？没事儿，练摔了。黑眼门儿，黑眼门儿，不抱抱。来跟俺媳妇照到一块儿，咱都坐这会儿啊。拿到那边来，我拿走。把这拔了吧。那拔了吧，我拿。我上也行，先站。你往那儿坐。豆豆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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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豆豆，哎呦，你小黑眼门弯儿。
他叫这个新竹的野鸽，那个叫那叫啥子？给叫妹妹呗。那这个叫哑巴。嗯，妹妹。拜拜好。认识的妹妹。不记得了，那个小的穿花裙。上一次回来他还小嘞，他上大学。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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